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很难避开恶劣的遭遇所带来的痛苦，即使躲得了一时，也躲不过一世。临命终的时候，横在亡者面前的正是那些过去未能跨越的障碍，以及身体瓦解所产生的巨苦。人的身体由地、水、火、风四大组成，一旦死亡，四大就会分离，所有病苦同时发作，遍满全身。在平时，就连一个部位生病都能让人疼得死去活来，何况全身各处一起发病。此时亡者生前若无持戒行善的心安，又无至心的定力，面对巨大的痛苦，往往会生起强烈的恶念，恐惧、嗔怒、贪着、懊悔等，会直接将亡者吸向更为凶恶的轮回之途。然而，具有极大欺骗性的是，亡者的意识虽在极度的煎熬中挣扎，而他的外表在旁人看来却只是死一般的平静。我们似乎忘了，此时亡者再痛苦，也无法支配死亡的身体表现出来。对他们随后的转生，常人更是无迹可寻。佛陀忠告活着的人们，唯有把死亡的问题化整为零，在平时将其逐一解除，才能真正的把握人生。此时让人感到不适的狂风挡在面前，正是等着我们去越过它。风表面是一种自然现象，其实是众生的业力所致。真正的风穴就是在我们心中，要风平须止心，要止心先治身，从提高身体的忍耐力开始。狂风把脸割得麻木而生疼，负重的脚步也被拨弄得左右蹒跚，衣物早已被深深的扎透，身体就像没入冷水之中，刺骨的感受如影随形，周遍全身。这刺痛了我们安享生活的错觉，以及对无常的麻痹，使我们在修行的路上不易悄然入睡，或流连于沿途的风景而不觉。佛说，痛苦的感受随缘升起，又随缘灭去，它只是各种因缘的和合与消散，而因缘又是心念所成。通过精行，在感知并克服身苦的前提下，把心与病苦的境界清楚地分离开来，使心如同风中的磐石一般纹丝不动。当平静地走进身体极限的边缘，就会看清并相信原来没有极限，是我们用心念的玻璃墙为自己建造了隐形的监牢，乃至身体也只是无数坚固的心念在相续生灭而已，其中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在受苦。
生活中，我们为了寻求幸福，已经付出了数不清的时光和生命。然而，直至今日，每当遭遇无理的痛苦时，我们依然不甘心就这么傻傻地接受，总要据理力争，保护自我。殊不知，造就今日人生的根本原因，正是自己过去的起心动念。善心感召善报，恶心导致恶报。心不分别，则入涅槃。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，都是内心所造。因此，与外界讲理反而无理。逃避痛苦，就像跟自己的内心捉迷藏。带着它，我们又能躲到哪儿去呢？唯有训练自己，以不动的心态去面对各种的境界，才能彻底治愈心灵的伤痛，获得究竟的幸福。是为了抖掉衣食住行中因为贪多或贪好所产生的累赘，例如僧人拥有的衣物只为满足遮体防寒的基本需要，既不伤身碍事，又少欲轻快，如野鹤般自由翱翔。此时在风中安坐，那是一种免除了买屋修房的自在。而出行头陀所感到的不适，就像改掉恶习一样，只是需要去克服旧瘾的惯性而已。但解脱的智慧却会因此在经行时从少欲清净的心间显现出来。生慈悲心常行头陀，度化一切有情，这是出家菩萨界的基本要求，是佛陀对后世弟子圆满的慈悲与智慧，不会不合时宜或地狱。而始终保持少欲和摄心的头陀，在行走时正是精行。经云，摄心为戒，经行是为行走中的戒行。戒律和头陀法源于实相，只有以它们为基础产生的禅定，才会见到世界的真相。佛至每半月诵戒，通过读诵戒律，各自检查并忏悔有所违犯的地方。诵戒的地点应远离道路及俗家，如收后的玉米地，借助秸秆风声屏蔽外人的眼见和耳闻，未受戒者是不能观听的。此时不可平整地面或折损他物，只使用现成的空地，谨防犯道或他人的机嫌。戒是无上菩提本，应当具足持净戒，自度度他，有戒则修正不虚，无戒则徒劳乏益。野外诵戒先结大戒，圈定一块适宜的地方，以保障僧人能顺利地进行法事活动，同时使善神守护，恶神远离，身心内外皆令清净，
沙弥诵沙弥律仪，比丘诵比丘戒和菩萨戒，彼此也要相互隔绝。风刀日朗，灰头土面，头土的自在而少欲，能使人极大的缩紧妄想。戒律的全面而微细，会切除妄想中恶的部分，最后通过精行，则能彻底断除妄想，而妄想正是分别。诵戒结束，解开大戒后离去。在没见到实相以前，我们的心力往往就像叶子一样，绿了也会枯黄。面对世间八风，利益、衰减、诋毁、赞誉、讥讽、称扬、痛苦、快乐等强烈的冲击，我们很难不随风飘零，流转生死。佛经云，一切众生而为树根，诸佛菩萨而为华果。以大悲水饶益众生，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华果。只有不断的度化众生，方是我们力量的真正源泉。从沙弥戒和比丘戒的不恼害众生，到菩萨戒的发现我们与众生彼此同体无别，向前的动力才会源源不断。在各种困难的环境下，沿着戒律指引的道路去精行，会赋予人们宽广的胸怀。它能吸收阻力，化为能量。你看那风车，只要有风，就永远在转。